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平谷区的金海湖景区附近，来参观这边大哥刚刚改造好的一个中式民宿，就是一个中式的木门，上面是带扶手衔环的，这个就是相当于门铃，我们敲一下。哎。西餐的话，除了板凳，这的话挺大的。这个厅的话，大概应该是40平米，然后连会议室、然后餐厅等等完事儿，是吧？旁边的话是一个独立卫生间。倒山集从明朝府邸就有，没看的话，然后咱们往前走不是真宾关，那搬到去那儿就是真宾关。它从明代的府邸的话就开始，然后有自由贸易跟关外，所以说它这边的话还是有历史文献的。包括咱们走的那大西门，就那个地儿是6万多年前，是万历年，是吧？大哥可以讲个手工烟，对，讲个手工烟，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。